我原以为世界上最伤人的是爱情，如今才知道原来是疫情。疫情真的是很伤人哦，整个都改变了。啊，现在给大家推荐几个这个假期啊，假期啊，最佳的旅游景点，给大家推荐几个 The Holiday 最佳的旅游景点。一个，你去爬阳台峰。你家里面如果住大楼，一定有阳台，那你上了阳台去看风景，这是假期最佳的景点。第二个，你可以爬枕头山，就是睡觉哦，到床上睡觉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景点呐、啊。去爬枕头山呐、啊，然后呢，你可以去看你的浴室的放水，你就看到了沐浴大瀑布。然后你想游泳，你就把你的浴缸啊水装满啊，下去游几下啊，那个叫做浴缸浮，浴缸浮，这没办法，你知道吗？这个 COVID-19 疫情那么严重，不能出门，你只有找这四个景点去玩。啊，在家里啊，你的浴室就可以看到瀑布，你的浴缸就可以看到湖，你到了阳台就可以看到山，这个所有的风景，对不对？你在枕头，你就可以梦游。